老师好，杨老师好。好，小龙好，杨教授第一次，好，我们这一次公第一孙次来一个好，单小人龙的对好。话啊。对啊，我们之前都是我跟杨老师的对话，这次第一次请到艺术家来进行这个对话，主要是因为呢，最近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展览就是这次我们一起对话的这位艺术家翁凤老师的展览，所以呢，我想趁这个机会呢请翁凤老师亲自来讲一下他的这个展览跟他的整个艺术的创作，他的概念想法是怎么样子的。那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展览呢，是叫做消逝的风景这个展览呢，包含了翁凤老师近年就去年2021年所做的两个很重要的系列作品，一个呢是他的一个巨幅摄影就是这次展览的同名的这个作品名字《消逝的风景》，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装置互动的作品叫学习生活过得好一点是吧？吴老师，学者，学者什么学者让生活过得好一点是吧？突然间我也卡壳了，不，应该是学者在这个世界活得好一些。哦，对对对对，学着在这个世界过得好一点。我老想着那个英文名字，跟人家讲英文的时候就老想着，中文是什么？所以现在不好意思，有点卡壳那这两个系列作品呢，我们呢，这次展览是由杨老师跟我一起为翁老师进行策展。那整个展览呢是把整个空间进行了一番改造搞得特别的好玩，搞成了一个迷你高尔夫球的一个场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在这个讲的过程中，会在视频里放展览的现场的一些照片以及录像，那翁老师呢，他是也是跟我跟杨老师一样，是广州美术学院毕业，是杨老师的师弟是吧？我的这个对，有默契的。我都不敢这样说，是师兄，应该是师叔辈了，然后呢，可以的，可以的。翁老师现在也是在广美当是客座教授吗？翁老师是客座是吧？对对，应该是客座吧，对，或者叫教特聘授。吧，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在那上课吧。应该是特聘吧，比较高级一点特聘老师不知道特聘客座多少钱。是在油画系是吧？对对对对。所以呢，翁老师跟广美的就渊源也是非常深的。那我们现在就让杨老师来跟翁凤老师提问，好不好？这次我就不提问了，之前都是我提问杨老师，其实，在这个展览当中呢，这个我跟翁凤还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瞿岩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的一些艺术现场的一些对话，是他们在刺激我，他们在刺激我，然后呢，这个做一些对话。那么呢，其中呢，这个翁凤的这个作品呢，是从内陆走向沿海和走向海岛，因为海南岛嘛，这个也正在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乡村的城镇化。这个旧有故土的消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觉得翁凤一直以一种故土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想，这个翁凤其实看你的作品，好像一直都有这么一个主题，就是从一个乡村，从一个偏远的或者边缘的地区走向中心区域的时候，那种状态，这种状态非常的复杂。它既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它同时维持我们又。其实有很多心灵上和情感上的损失。我想问那个翁凤兄，他怎么样把这样的一种复杂的一种有深度的情绪，转变成一个非常有意、非常有含义的符号，然后通过一个符号，等于是把一个复杂的情绪放在一个简洁的符号当中，然后再通过这个符号释放这种情绪。我想问一问他的整个这个构思的过程和创作的体验。谢谢。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三个会面，让我去分享一下这么多年的一个创作实践，也得感谢小龙在那个加拿大温哥华一个人在那里很辛苦的把这个展览布置完，包括现场啊，就是做那个地面啊，我都觉得都挺复杂的工作，在这里非常感谢啊。那么关于杨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杨老师在访问海南岛，就是我的计划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一下就可以感觉得到，就是我始终在关注着从海南岛，就是我的家乡，
身边所发生这种社会的变革中，我对他的这种亲身的感受，然后我把这种感受呢放在一个既个人化，然后又是一个非常集体或者是一个整体化的一个背景中去思考这个问题。刚才杨老师提出就说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呈现成一种思考呢？那么在这里面，他所使用的这种符号的语言是一个怎样一种方式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种转变和这种过去和未来，以及在今天的这三个这个时间的关联性中呢，需要有一个连接的东西来去连接它。那么在这个连接中呢，就是一个中间性，是我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在思考问题的一个一个因素吧。那么在这个中间线、这个中间性中，连接他们的这个关联的这种视觉符号或者是图像符号呢，我使用的是一个观看的符号。因为这种观看呢，它可以使我们进入一个非常冷静的，一种像类似像研究性的一种反复的，就是不断在进行中的这么一种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用这种观看的图像的样式来去在这种中间性中进行一种连接。所以说，这个是我在整个这么多年在进行我的艺术创作中呢，都是采用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这和我本身在不断的去观察是有紧密关联的。只是我通过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符号的形式，比如说一个女孩的一个身份，或者一个具体的乡村的人的一个身份，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现实的这个场景，或者是我把它称之为叫一个现实的一种剧场中，一个叫做社会剧场中去观看。所以说，在每一个观看中呢，我都会选择一些节点，比如说像在原来的早期的2000年开始的那个阶段的砌墙的系列是放在城市和过去，类似于像乡村啊这种边界的这个连接点上，就是用一堵墙来作为这个连接点的，就是叫做象征物吧。那么在今天呢的这次的消失的风景的这个作品中呢，这堵墙是没有了，但是风景的环境以及和他们紧密关联的这个土地，成为了他们一个关键的连接。所以说，这个展览的新的作品呢，就消失的风景的这个作品，它是关于土地和家园的这个概念的。那么土地和家园这就成了这个新的作品的一个连接点。所以说我还在一直在沿用的这么一个观看的方式来去作为我的创作的一个或者叫做符号系统吧，或者这个语言系统，这个是我一直在长期的使用的。在这个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否在一直在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面对今天这复杂的变化着的这种世界，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面前的这个不断发生的急剧变化的这个现实，还有我们在这个被动推动进入的这个现实中，我们被裹挟进去里面的我们的所有的情感，我能不能用这种方式不断的去观察它？所以我发现，在这么多年的不断的持续观察中，我可以不断去发现很多新的问题，所以我在不断的提出新的一种实践的方法，以及进入不同的实践的现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越来越觉得这么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对，我觉得刚刚那个翁肯兄在描述他的创作过程的时候，我注意到几个很有意思的关键词啊。因为我知道我在跟翁肯兄交流的时候，他是一个其实有非常深度的哲学阅读的背景，尤其对现象学，对海德格尔，常常我在很认真听他描述的时候，我很少见到艺术界里面的艺术家对一个问题的这个认知的深度来到什么程度，这也更加说明他的整个创作，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仅是情感的支撑，还有一个理念的支撑。比如说，刚刚在描述当中，我的理解是，观看，它是一个行为，但是在翁奋的一系列作品当中，观看它不能够简单落实为一个具体的行为，因为我们观看作为一个具体的实践的一个动作，它会发生在很多地方、很多方式。这个时候我发现，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啊？翁奋把这个观看有关观看的各种现实定义，用一种现象学的方式都悬置起来，而仅仅突出的是观看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本身，由于这样的一个去除所有的具体的定义，而成为一个符号或者成为一个现象的时候，那么它就成为一个载体，然后顺着这个观看，让它落实为一个
在原来的这个戏当中，常常是一个女孩的背影，站在惶惑的、充满憧憬的望着另外一个地方。刚刚说过的边界就是这个墙，所以他一直把这个叫骑墙的系列。那现在，这个乡村的改造，从沿海席卷到海岛，席卷到这个海南岛。海南岛这几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火朝天的地方。其实，如果熟悉广东的历史，熟悉中国南方的历史，尤其熟悉海南岛的历史，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海南岛在这短短的半个世纪当中，发生过几次非常强烈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这个词用来是太轻率了，非常强烈的震动，引起了几次疯狂的或者说是就业的机会，但是每一次都是戛然而止了，这一次却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一个声势，但是正在从基层蓦然起来，所以我在翁奋的这个引领下去到家乡去游走的时候，就更加意识到，当他的创作用这样一种方式，这一次不再是那个女孩。仍然是观看这个动作，仍然是背影，但是他把这个观看赋予了他的乡亲、他的村民和这个农村地带变化，他们目睹这个变化产生复杂心态的一个本地人，他们也在观看。那么面对这个乡村的消失、风景的消失、这个农村的变化，其实这些观看者他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们既渴望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来临，但是呢，实际上旧有景观的消失，从一个精神层面上，其实是对我们曾经的记忆的摧毁。而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构筑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曾经的记忆。我们不能想象，我们永远在空白一片的去看待我们熟悉的地方和陌生的地方。当我们说这个地方是熟悉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记忆的问题。结果我现在变得陌生化了。那么这种观看，这种乡民的观看，其实已经不需要对观看这个动作进行选址了。他们在观看一个即将消失或者正在目睹一个消失的乡村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被选址在一个非常苍茫的一个境地当中，体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一个心境。这说明我们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进程，包含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我觉得翁奋的作品一直在捕捉这种变化落实到人的心理的一种普遍的反应，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个性反应。恰恰相反，背后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哲学，比如说存在这么样的一个观看，所以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更本质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又怎么跟他的形象相结合？我在海南岛的时候，一路在跟他聊的时候，不断的在听他解释他的意图的时候，我发现我也随着他的这种思路在游走，从一个非常具体的家园和跟家园有关的记忆，又如何的跳跃到即将的变化？而且变化的来临似乎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但是呢，人们都意识到吗？他们是麻木呢，还是开心呢？还是希望呢？非常复杂。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尤其对观看这个解释，不知道是否这个有点意义，我不知道，请教。对，杨教授说的非常的好。其实我在使用观看这么一种方式去面对这个现实世界，就是我身边的现实世界的时候呢，我是特别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观看它体现的是怎样的一种真实的概念。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观看中，我们始终在以一种动词的概念去面对它。但是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我个人特别强调它的一个时间概念，因为观看作为时间的累积的话，它将能够真正实现观看本身。因为观看是由每一个此时此刻的阶段或者叫节点来去实现的，所以我要不断的去累积这样的一种节点，把它成为一个节点的整体。那么这样的话，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断去面对一个事情，去不断的去剖析，就像那个手术刀一样的，不断的去揭开它的皮肤，然后再分开它的肌肉，然后再最终去观察到它的骨头。所以，在一个时间的纬度上去理解观看，就好像海德格尔说的，在一个时间的纬度上去理解存在是具有，我觉得是有一种就是可以去相互获得启发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一个概念，也就是这个理解，就是让我持续的在观看的这个层面上去展开我的实践的工作。这同时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不断的反复的去研究，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对观看的真正的理解。所以说，观看在时间纬度中的实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在整个的十多年的海南岛的实践中，从最早的开始，从骑墙就是2000年开始对骑墙，那么我在2001年正式拍出了骑墙的第一张作品。但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社会的背景是一个改革的一个背景，它其实在一个中国自身的改革需求以及全球化的一个推动下的一个产物，所以它的城市化、它的现代性都以城市符号和全球化的这个问题来整体的显现。所以在这个复杂的这个就是突变中啊。那我们整个的心理的变化，我是要通过我不断的去观察、不断的去观看中去实现它的。那么当我在这之后，我07年开始重新回到海南岛，我的家乡，的时候呢，我同样是在不断去观看它。当然，这种观看已经和我原来的骑墙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我在面对海南岛的家乡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性的问题，它不具有一个普遍性，但是它同样包含在普遍性之内。所以说，在这种具体的地方性中，我如何去进行我的观看？所以我要不断的用更多的每一个此时此刻的时间的节点来去累积这样一种观看。如果那么在这种不断的累积中，我才能真正到进入到这个它特殊的地方性中。那么在这种不断的累积和观看中呢，我发现我不能带有一个完全的艺术家这种角色和这种眼光和理念，也不能完全带有一种全球化的这种知识的和现代性的这种知识的理念去观看它。而这个时候，我必须要重新回到我自身的历史，回到这个家乡的土地的历史，回到这个家乡的家族的血缘的历史，以及回到他的整个的地方的宗教信仰以及他的生活方式的历史中，我把这个统称为地方知识的历史。所以我必须重新，不是要重新，我必须回到那里去。当我回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要抛弃我所有关于观看的所有的理念的理解和工具，我必须要回到地方自身的观看中。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在我的真正的知识领域、我的情感领域，完全回到我的属性，因为我就是那里。演化就是祖先演化，不断不断演化到今天我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必须回到我自身的属性中。所以我突然发现，观看在时间的纬度中，以此时此刻的多个此时此刻的时间的节点的累积中，我可以回到我的自身的属性，我可以进入到地方中。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可以去除很多的知识、观念和理念对我的这种框架的这种控制，我可以回到一个完全是在各种知识、各种现场中去实现我自身的回归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慢慢的越来越发现，这种不断的持续的观看，它所带来的这种对于我们和这个现实世界的周遭的环境的这种领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种领会给我带来了很多，就像刚刚杨教授说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但是我始终觉得，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和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在这个面对的过程中，我这种不断的持续的观看中所带来的我这种理解，它其实给我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悟或者一种体会。我在面对许多这样的一种困境，以及我们记忆的消失，包括土地和家族和血缘的这种割裂或者被斩断，包括和土地的关系的斩断，在这种过程中呢，内心世界是复杂的，但是呢，却产生了一种完全和过去不一样的一种心理的这种变化。这种心理变化，我可以用个词来说，就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学者在这世界活得好一些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特质吧，会慢慢慢慢被显现出来。那么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我再去反复的面对我所去观看和观察的对象，这种现实的
世界、它的环境、它的人，以及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知识，还有它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一些时候，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打开一个新的一种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中呢，我选择，我觉得它是更加的开放，而且让我感觉到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或者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具体的人，它有着很多的连接性，而这种连接的潜在的问题呢，是在这种不断的去观察，还有一个词，这种观察就像一个搜索，在不断的去搜索中，它就形成了对它的一种领悟。而这种当我真正进入这种领悟状的时候呢，我在回想或者在思考这种领悟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在脑袋瓜里面会浮现出很多与之相关的图像。那这种图像，还有包括很多与之相关的一些结果，这些结果呢，就逐步逐步形成了我的一个视觉结构，那这个视觉结构呢，也形成了我对于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我们说我更我叫它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的结构。那么当我具有了这种东西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在面对它的时候，我的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既复杂，同时也是轻松的。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其实我更加深深体会到了那个，就是当时我在去思考海德格尔那个病的那个问题提出的那个 Dasein 就是那个自在的那个时候我深深有一种领悟的东西，但我没办法说领悟它的全部，但我可以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让我可以去领悟到这种单纯的地方性的这种特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这种领悟使我更加的要沉入到这个地方性的这个整个的知识结构中。那么，这种沉入到这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中呢，我在这种领悟中呢，我慢慢变得就像一个学生一样的，我在面对所有的地方。